我们的备餐工作厨房大概6:30就会到厨房，那7点开始我们就煮饭，8点到10点的时候是备餐志工餐饮备餐工作。我们的每一道菜都把它切得更小块更细碎，那煮的部分就把它煮得更软嫩。对于一些菜比较有它的硬度在的话，我们会用切碎机把这个菜把它切碎，再一杯一杯帮它打成流子，让我们的长辈能够很就口的吃下这个餐点。在我们700多个个案里面，因为长辈的一些疾病还有一些牙口部分的不同制作，经过统计大概每一天会有200种以上的菜色。我们这一些备餐的职工，他们的年纪上都是大概在50岁到70岁这当中。那他们因为是家庭主妇，那每一天会有安排2个钟头时间来帮忙备餐。因为闲着也是闲着啊，我觉得大家在一起这样很开心，大家还蛮开心的。然后我们中间也有一些教育训练的部分，算是还算蛮充实的。来了以后我才知道社会上很多的角落哈是那么温馨的，尤其刚你做的事情我很感动，因为对长辈所用的给他吃的东西是那么用心，这个长辈什么病不能吃，我那时候我好感动，我就觉得说哎，我们在家里这个长辈都没有那么细心的，所以回去我都会跟我的伙伴分享，不止捐钱，我说我要带动无论是社员子弟来做，就是这样。这边这一条线，觉得自己家庭蛮幸福的，看到这么多孤苦无依的独居老人，感触良多。我们看到时间站了一角，但是我们还尽最大的努力把它完成每天的任务。做这份工作是非常有意义的，可以帮助好更需要帮助的人啊，因为本身我也是从事医疗单位的啊，所以好、哦、在这部分较了解说哪些人需要人家帮助的。因为我的工作性质比较大部分都是在下午啊，因为早上闲闲没事做，后来看报纸看到赶紧基金会再征那个司机，那我就说过来看看。一天要送700多份的餐，所以这个部分汽车线是他们的餐袋，这个餐袋是机车线，我们会送到我们中继站，比如说跟里长合作，那一附近的志工就会到里长那边拿着这个餐袋去送餐。我们的志工送餐工作从9点到10点的时候，整个分线区就就位了，那到了10点之后，整个餐点都全部送出去了，所以速度上是非常快的。给你，他昨天签76号队了，对，这是对对，后过来后过来，不要后过来，一天不要签。
台中市八个区加上乌日九个区，整个在12:30之前，长辈都会拿到我们的餐点。很多社会角落的长辈，可能平常我们大马路经过的时候根本不会发现那里，可是那样比较脏乱的、比较容易被忽略的角落，都其实还是有长辈需要我们来做服务。阿嬷，送餐。可能他们是一个人独居，其实他们的生理功能没有很好，可是就是为了要生活下去，然后自己勉强这样每天的在度日，所以他们吃的状况、住的状况其实都没有很好。真的，皮皮的，哦，哦，过年听个几百个，安尼，过年还得可以啊。哦，恁爸老嘴真忝哦。是啊。哦，我懂。我现在跟你串，不是我来串你啊，你嘛是，你嘛做串串，这个做咩无电梯啦，只能用电梯啊。有些长辈他们真的是独居，连晚餐就是要有人家送。现在我们也是在争3:30到5:30。的一个志工，可是那一块志工又更难找，因为志工妈妈那段时间其实都是在接小孩跟预备晚餐。那因为送餐这个东西就真的要有人去送，然后因为它又分散在很多的地方，所以它其实是需要大量的人力。阿伯，哎，送便当哦。我你说一件啊。有一天就送餐的时候，已经发现长辈去世了，然后他是晚上起来上厕所的时候跌倒，然后摔到头，当场就走了。啊，你今仔日无去做福建哦？无哟。好啦，便当无用来，我今便当来放咧，就倒行。另外一个一样是阿嬷，她是视障。他下来楼下等餐的时候，他走楼梯不慎跌倒，他都说没有关系，没有什么事。可是其实他是内伤，他回到家里面他就昏倒，然后就走了。然后我其实哭得蛮久，因为我觉得很舍不得那些阿公阿妈，因为他们对我们都很亲切，他们也很多感谢我们送餐。我在那边。有单呀？有药啊，就爱去摕咧，爱即摆摕35块。哦，好，哎，我先来去啊，好，再见。